my god, this. OK， 记得我们在日本呢，就是会好像我们一天有可能是晚上我们才玩呢，或者我们是看起我的爸爸下午玩啊 ，OK， 好像是两三点这样 ，OK， 然后如果是晚上呢，就是8点这样哦 ，OK， 不一定每一天都会有啊，我们好像第一天我们 G Muni， 我们跟你讲我们要拍什么 vlog 啊那一些，然后你就可以好像讲。 然后我们就 offline 了，然后你就先 reply 我们，然后我们有可能会重新经过，然后会看了 ，OK？Thank you. I hope you understand what I am saying. Please come to my house tomorrow to 拍 video.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第一部影片。我的 channel 呢，有时候会邀请我的这个朋友。 Hello， 如果你们要看我的影片，就去找 Jaden 的，他会放在 description box。还有我，他，我还有他的姐姐，有组合一个频道，会放在 description box。Our BFF channel， 他的姐姐的频道也是有，他的姐姐也是有频道。 我姐姐的频道诶，我们会在下面。如果你们有看过嘞，就你们应该会知道咯，应该因为是尹千林。OK， 我们现在要开始玩 The Floor is Lava 了。 OK， 如果你们不会玩这个游戏呢，很容易罢了，就是好像我讲 The Floor is Lava， 然后我要算5、5、4、3、2、1，我的脚呢就是不可以站在地上，不然因为那个游戏的规则是地上有岩浆，然后你就不可以踩在那个地上。在我先讲那个地上有岩浆，我们两个都会玩。他会讲 The Floor is Lava。 我们来开始吧 ，The Floor is Lava， 5、4、3、2、1 ，Everybody survive to， 哎，他也是他的那个第一部影片呢，好像是也有玩 The Floor is Lava， 所以就是看很 laggy 啊，如果抱歉，因为我们之前还不会拍戏嘛，对不对？对，看我的手，我们一直摇摇摇摇摇。 OK， 我们来玩第二场，开始。 OK， 现在我是 cameraman， The floor is lava， 5， 不能站在同样的地方， 4， 3， 2， 1， 我在按摩椅，他在椅子。OK， 所以我们只是玩
最后一场了 ，OK？ 现在是最后一场。我们有可能等下我们还会继续拍。哈哈哈哈哈哈！搞搞一搞笑而已。刚才我刚刚好跳完了舞，我们现在来玩 final round。地上有岩浆，五、四、oh shit， 三、二、一。哇哇！快点了，我忍不住了，好了吧？别变态。我们现在我们打算呢玩最后一场，对不起，我们刚才误错了什么什么什么鬼字啊，我不懂啊，好像是搞错了啊，搞错了。我们现在我们要玩真的 final round， 我刚从 skateboard 跌下来很痛。Semi final, let's start。The floor is lava. Five, four, three, two, one. 哎呦，他跌倒。哈苏，黑人牙膏苏，哈哈哈。影片到此结束，希望你们会喜欢，要 subscribe、like 还有按 notification， 然后再跟我们说你要我们做什么，要我们拍什么戏。OK， 我也是会去日本拍那个 vlog 给你们看，希望你们喜欢，要 like。Peace out!
topping